好，我们刚刚用的是 Scratch 2，然后用 S2A 的积木，哈 ，S2A 的积木。那如果我今天我想用 S4A 的积木，一样可以哦，哈。那你只要把你的那个程式关掉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重新离开之后，重新选，这是 S4A， 然后这边一样是你的刚刚的连接部。那因为你要换那个换软体，所以你的翻译官要重新。 烧，所以这个要打勾，然后一样是打开 Scratch 的唯独档，然后按连线，它就会帮你把那个 SCA 的韧体烧进去，然后一样把 Scratch 2叫出来，但是它的更多积木里面会换成 S4A 的积木，所以一样是可以用，那 S4A 要怎么 ？S4A 的部分呢？你要让那个灯亮的话。 它这边不用顾演员，因为演员他都帮你顾好了，他有固定班底，那他已经规定好说周杰伦做什么，然后刘德华做什么，他都规定好了，所以你不用再规定，所以你要用的话，直接拿出来用，这个 digital 就是数位 ，on 就是开，这个就是关，所以你要10号灯开关的话，你就是选10号，然后直接。 等待1秒，亮灯等待1秒，然后关灯等待1秒，重复执行，这样子10号就会听你的动作，我们直接按立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用 SCA 的方式，那软体其实是看你的需求，那你觉得你这个案子、你这个专案、你这个作品要用到哪一种方式？ 那你就去用那种方式，各位用 S4A 来试一下，所以等一下把你的档案自己先存好，档案另存新档，把你的档案自己存好，存好之后把它关掉。 关掉之后呢，把你的那个 Corolla 就是变形金刚这只程式，把它按返回，然后请你试试看用 S4A 一样来控制那3个灯，了解吗？来试试看用 S4A，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 Block 那这样子以后你就可以依照你的自由意愿去选择你要用什么软体，那它适用不同的情境。是我徒弟，你什么都要会，要练习。